个城门里一壶饮一壶尽，不能随意献殷勤，要想眯着半天美，阅读更多书籍，充实自己更完美。不是每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，不是每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，爱情不是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，喜欢被你送到家门但不能请你喝咖啡。确定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